大家好，我是西冷光，我想你们了，我爱你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来点掌声啊？他说得很好哎，中文说得很好，而且他还说他想你们，爱你们。而且刚刚啊，我想说这边有人叫我，我就很开心的这样打招呼，结果他们是说后退一点，挡到你了。好的，那听说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吗？네처음으로대만에와서이렇게여러분들앞에서노래를들을수있게돼서너무영광이고그리고야시안카니발에초청돼서너무영광입니다翻译小姐麻烦一下这次第一次来台湾然后还可以唱歌给大家听非常感觉非常的荣幸然后这一次能够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时尚的活动也非常的开心真的那第一次来台湾就献给我们雅虎时尚的嘉年华那是非常开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活时尚是什么저한테패션은편안함인것같아요对他来说 fashion 是一个舒服为什么讲完要害羞갑자기패션얘기하는게좀민망해가지고突然讲到 fashion 就有点尴尬怎么会他很 fashion 对不对好帅气耶而且他刚刚唱现场唱歌的功力有吓到我好会唱歌好好听谢谢不客气那难得来到台湾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喜欢的女生的时尚是什么类型的你会觉得哦这个女生很时尚哦这样穿일단아까잠깐이렇게패션워크하시는거봤는데너무멋있고그리고한국과다를게없어서굉장히친근감을많이가지고있어요其实刚刚有看到那个走那个伸展台那他觉得跟韩国没什么两样其实感觉还蛮亲近的真的